大家好，吃了好多年的瓶装罐头，每次打开这个瓶盖的时候，特别的费劲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有一个新的发现，它下面有一个小机关，只要我们轻轻一碰就可以打开了，特别的轻松，即使小孩子呢也可以轻松的打开。那么它的小机关在哪里呢？我们看，就是在这个瓶盖的下方，看了吗？它这里都有一个缝隙。然后我们找一把剪刀或者螺丝刀都可以，看了吗？把剪刀的这个尖杵进这个缝隙里边，然后我们往下一压，看了吗？这个瓶盖它就动了。这个瓶盖一动，这个空气就流通进去了。空气只要一进去，它就可以打开了。当没有空气的时候，它特别的紧，我们打不开。当我们撬一下，这个空气进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打开，不用费劲，看。非常轻松，非常容易的就打开了，所以把这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够帮到你。好了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